大家好，我是老易，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象征节目。很多粉丝在后台给老易留言说，希望老易讲一些真人的案例解答。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嘉宾。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月，今天是带了一些问题想来请老师给我就是指点迷津。那今天你想问什么问题呢？还是感情还有事业上的问题。你问到感情跟事业，你想听真话吗？既然来了，肯定要听真话了。其实从你脸上来看，你要听真话，可能有点会伤你的心哦。就是如果你不笑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是有点中国人讲的孤寂，有一点孤相。另外一个呢，有一种比较愁苦的感觉，就是我没用十相人格来看你，只是我看了你整体的一些气场或者气质来说，给了我这些感觉跟印象。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感情里面到底有哪些变化，但依照老易的观点来看，不会很顺利，至少从感情上来说。是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身边很多朋友要么已经结婚了，要么大多数准备结婚了，然后自己这几年从大学到现在，不是遇到错的人，就是遇不到人，所以其实心里是有点着急的。您觉得我该遇到什么样的人才适合我，或者说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对的人？其实我特别想问。苏月他感情上出现了障碍，其实呢，我们从观人角度上来说，可以从他整体的一个人像上面抓住以下几个重点来观察。第一个，苏月他整个的体型包括他的面部，他是属于十相人格里面创造性质的那一个属性。创造性质属性以心性质跟筋骨质见长。所谓的心性质，就是他的人往那边一坐，我们看到他的骨肉是非常均匀的，也没有这种骨气很突出，像运动员那样的突出，也没有像这种伤人的圆滑世故，所以心性质是偏向于气质那一种。第二个，它有筋骨质的成分，筋骨质的成分没有反映在身体上，但它反映在哪里？它的鼻骨跟颧骨，它的脸上鼻骨跟颧骨都是相对来说肉比较薄，骨骼的力量是比较突出的，所以由于心性质跟筋骨质两个力量的突出，构成了创造力，这是观察的第一个特点。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它的三庭比例，就是它的额部跟鼻颧部还有下巴的这三个部分的比例。它的额部跟下巴对应它的鼻颧这个部位来说是短的，那么额部是代表着思维，思维的力量短的话，它容易思维有狭隘面。其次，下巴呢，对于女孩子来说，特别是代替了她的婚姻，所以下巴一短的话，就会造成了她的婚姻不是那么如意。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下巴这个位置有点斜，大家可以仔细的可以看一下，她下巴整体的位置是左边右边是不平衡的，有点倾斜，这个倾斜跟先天的骨质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人的时候，可以抓住这三个要点去分析他的感情，其实是跟他的心理模式跟他的行为模式是有挂钩的。你问我那个问题怎么样能适合你，其实我倒觉得你先要明白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就是从你整个人外观来看，你是这种善于思考性之重，再加上你的颧骨，你头发挡住了，但是拨开以外，你会发觉他颧骨力量其实不轻的，所以行动力也特别强。所以呢，这就决定的你的思维模式是具有创造力的模式，你喜欢用自己的这种想法，自己的这种思维力的创造力去面对一件事情。在感情方面，你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开创一段感情，但是由于呢，上面额部跟下巴对于你的中庭鼻部来说长度不相等，你自己有没有发觉？你可以用手比一下，额部这么一点，你看你的鼻子很长吧，你的下巴你也可以比一下，好像是，对吧？相对来说我们称之为三庭不均匀，额部是代表一个人的思维，下巴是代表一个人家庭。那么你用一种开创力的这种思维去面对一份感情，或者去经营一份感情，再加上你的思维里面有短板，短了吗？所以你会什么？一个钻牛角尖，第二个在思维里面不够豁达，那么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导致这个下巴偏短了，短短
短就是代表你在恋爱方面会有缺陷。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你的有没有看到你的下巴有一点歪，稍微有点左右高低不平衡。哪里？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它的这个位置，这个女孩子下巴尤其代表恋爱感情生活。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就会决定着你的感情生活。由于你这个思想力开创性质不接地气，容易幻想，行动力又强，又对于这份感情和投入，最后的结果呢，体现在这个下巴上不得善终，就是不会有很好的结果，因为你下巴有点歪啊。那么但不是一辈子哦。那么什么时间段是在早年？因为老易在前面时间线里面讲过，额头是代表早年的那一个时间区域。那么你额头短，在早年的时候，无论事业跟感情都是有障碍重重。你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然后针对自己的性格做改善，然后再去面对一份感情，才能扬长避短。所以老易给你的建议应该是，你要理性的去对待感情，不要那么感性。所以甚至可以晚一点时间，等到30岁之后才来面对感情，可能对你这个三庭的比例来说，开创性质来说，都会有所帮助。您的意思就是说我30岁之后会理性一点？希望你理性吧。我觉得，大学的时候还是挺不理性的，挺感性的，以感性居多。但现在还好，我现在性格会变成这样，完全是跟我大学时候的两段恋爱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我大二的第一段恋爱是一个混血，一个男朋友，长得挺帅的，又有才艺，但绝对不是我追他，他追的我，然后我们在一块儿。他跟我说我要做艺人，所以希望我把不要公开，这样不会影响他的粉丝关注度。那么我想着，为了感情我可以隐忍，其实这挺辛苦的，你不觉得吗？因为在别人面前你要装的不是他女朋友，我明明是，可是我不能在大家面前，我不能牵他的手。他还要开玩笑的调侃我说，哎呀，这是我的，也是我的一个粉丝，他也跟别人这样介绍我。然后一年之后，我无意中就是看到他一个聊天记录，跟别人的聊天记录，说我跟苏月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旁边有很多的美女同学，这样我可以透过他认识更多的美女。就这样我去找他，他还把我羞辱了一顿，觉得说，哎，你太玩不起了。我跟他分手之后，就遇到了我上一期说的那个外国的男朋友嘛，异地恋，出国，对，出国读书的那个男朋友，刚开始对我挺好的，我觉得，哎呦，终于找到了一种有人对我好的感觉了，所以在一块儿，但后来也是因为异地分手嘛，所以这两段感情对我的打击其实都挺大的。慢慢的我变得抑郁，特别渴望爱情，可是又害怕，想接受又拒绝。其实我单了挺久的，我心里是空了挺久，我每个晚上我都觉得我睡不着觉。因为我觉得就是人，一个人精神上是应该有另外一个人托付的精神支柱，起码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我给自己养了两条狗，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本来是养一只，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跟我在一块也太可怜了，我单身他不能单身，我还给他找了一只母狗。就我所以我现在是挺迷茫，挺害怕，但是我又特别的希望，渴望被爱，渴望去爱。偶尔我会看对感觉的人，可是我现在会放在心里，告诉自己，对，我要隐忍，我不能说出来，因为我害怕我自己再受伤害，我害怕我自己再看错，我害怕再离别，我真的很怕。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会变成这样。你现在很理性。我现在相对理性吧，不会再为了感情就是去盲目的去恋爱去怎样，现在会考虑很多东西。那怎么来看待这个理性呢？你说你是现在是理性了，以前是感性的，比以前要理性很多。对。苏月
说他自己性格里面现在有以前的感性变成理性，但是老易我倒觉得不以为然。为什么这样说？他的脸上又有两个象征点，可以证明他的理性其实是言不由衷的。第一点，他的眼睛在整个的脸庞上来比例来说长短适中，但是眼睛的高度上来说是具有一定的高度，那么就构成了老易以前讲过一种眼型叫什么小圆眼。小圆眼的感情是感情内敛而不外显，是属于典型的那种闷骚的这种性质在，所以他说他感性不以为然。第二点，他的嘴角是有点微微的往下垂，但大家在看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并不明显，但是一旦他停止说话，他的嘴角是弯弯的往下垂，嘴角的弯弯往下垂代表着他有一种消极的那一种情绪在，代表着他那种压抑的那种成分在。所以你看他前面我们在讲他的故事时候，苏月自己介绍他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他有这种崩然泪下那的感觉的时候，他一下子什么刹住车了，没有让眼泪流下来。所以他是个很容易隐忍自己感情，很容易压抑自己感情的那种情绪在。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两个象征点去来看他的理性还是感性。其实理性是他所认为自己理性，其实并不以为然。老易更觉得还是属于感性的成分。我倒觉得你还不是理性，其实更偏向于这种闷骚型的，就是你把很多的情绪是隐藏在内部掩盖起来了。因为你是小圆眼，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眼睛虽然在整个五官上你的五官是偏小偏精致的，但是他的眼睛是偏小偏圆的。小圆眼的人一般来说感情是内敛的，而且你个双眼皮，我觉得你双眼皮应该还没动过。那么双眼皮加上小圆眼更加促使他的感情内敛而不外放，所以很多的情感你现在是往内心里面去了，在内心里面自己纠结，不善于表白也不表达出来，你给你的错觉是理性的，其实不是，因为你是消极的。为什么？你的嘴角下降了。哎，面面，请我看电影怎么样？啊，看啥电影？四年的《小时代四》，郭敬明的电影啊，不看。后会无期才是低调奢华有内涵，我家岳父韩寒的作品才是高逼格的代表。不许贬低我家四娘，你家岳父这么牛，为啥曝光率却没我家四娘高？这个，哎，老易，你说为啥韩寒的曝光率没有郭小四高？这是性格影响命运，你看他俩的外貌，二人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发现没？别地球人都知道身高吗？有志不在身高，我说的是面貌。你们看他俩的嘴巴，一个嘴角向上，一个嘴角向下。啊，还真是，我家四娘嘴角是向上的。没错，这种嘴角向上的叫仰月口，就像峨眉月一样上翘。这种人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笑，所以亲和力强，人缘就好，表达能力强，所以就一帆风顺了。周润发也是这种嘴型。七分靠打拼，三分天注定。老天看我家四娘顺眼，要让她红红火火了。我看是天妒英才，所以你家小四光长智商不长苗。闭嘴，我台词还没说完呢，别抢镜。韩寒嘴角向下，这种叫覆舟口，这种面相看上去比较严肃，不自觉给人难以亲近之感，所以古人认为是孤寒贫苦之相。武侠忧国忧民的大侠都这样，看上去比较酷。我看是屌到没朋友。别抢镜。覆舟口的人性格上比较特立独行，思维上有特异，不会轻易取悦他人，所以容易在人情社会处处碰壁。所以这种人能够成功，除了有过人才华，还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所以说呀，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我还是自己买两张票支持四娘。两张，带我一起去吧。你不是喜欢韩寒吗？关键不是喜不喜欢韩寒，主要得看谁掏钱啊。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观察到，你不说话的时候你的唇线这个位置是微微的往下延，
就老一开头就说过你有点苦相，有点孤相，其实跟这个嘴角往下延是有一定关系的。嘴角往下延，唇线往下降，这个是代表了在生活里面，不管爱情也好，家庭生活也好，事业也好，不得志，有压抑自己的这种感情，有压抑自己的情绪在，可能你自己的生活在实际遭遇里面可能有很多的不顺心的事情，太多了， 会导致你把这份苦闷也好，哀怨也好，都不是很善于去跟别人去沟通。我基本不说自往心里埋，但是你往心里埋，你的脸上却给你反映出来了，所以你会不经意之间这个撅上着脸，嘴角就下沉了，所以长时间这样下去，你甚至会抑郁。不管为感情也好，为家庭也好，或其他方面来说，一般来说不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去跟大家分享，或者找一个人诉说的话，时间长会憋成心病的，那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抑郁症。这个你真的要注意，可能性很大。那我该怎么避免呢？因为长期的性格的原因吧，像您说的，确实感情方面还有事业方面，我事业方面也不顺利，所以长期这样子人会显得更抑郁，性格导致我又不说，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其实我倒觉得你可以去多交些朋友，然后呢尝试着把自己这种苦闷的地方或者想不明白的地方去跟大家分享。那一人之短三人之长，你自己 决定不了的或者犹犹豫豫的跟别人说，你把你自己这个面子东西放下来跟别人去分享，去请教别人。 我不是觉得说面子上的问题，我是觉得你自己有烦恼干嘛要跟别人倒苦水，因为别人平时也挺忙也挺多烦恼的，你跟人家说人家也帮你解决不了问题，还给人家徒增烦恼，其实我是不想麻烦别人，我总觉得我去跟人家倒苦水就是给人家添堵。这个还不如堵自己呢。这个我倒觉得不是给别人添堵，是你自己放不下你自己，你自己钻这个牛角尖里面。其实真正的好朋友是愿意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愿意去开导你，让你自己心情愉快，对吧？所以我倒给你建议，把自己的这负担放下来，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去找一些好朋友去分享去交流，让自己的心宽广一点。你上面太短，所以我前面说过你容易狭隘。你看，我要不是剃头发，把额头给剃长一点。没有没有，你把你的发际线往上伸都没用，这个只是你后天能改，包括你自己的整个的脸上一些感情啊，一些心理的负担在你脸上就是纠结的。一旦你打开这个纠结，放下这个负担，你会就过得很轻松，后面的那一切生活才会去改变。所以不管感情是这样，在事业方面，我觉得你也应该如此对待，因为额部偏短，所以你这两边又偏薄，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看啊？这两片地方是偏薄，所以早年的事业也不会很顺利，尤其是三十岁之前。所以呢，你说你感情不顺利，再问我事业，你不问我也是知道，事业也不会顺利到哪儿去。对，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比较，因为我是学音乐出来的，当然是很想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上去唱歌，所以我一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在就是优酷的平台来风做主播，以唱歌为主。但是慢慢觉得自己就是没有更大的突破，也找不到方向，有点迷茫了。然后这段时间加上感情生活空白，所以人就您懂的了，更没有方向感。中国人还是有句话，要投机抵食，要生要逢时，不能生不逢时。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额头偏短偏窄，这个地方两边的太阳穴上面又偏薄，所以在三十岁之前，我是觉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不是你想有所作为的过程。诸葛亮再聪明，对吧？他不逢时机，刘备不三顾茅庐，他也没有这个机会出来跟刘备打天下，也不能三分天下这个成果，所以还是要等。等到你三十岁之后，你的眉毛、鼻跟眼睛这几个部位都长得还是比较有力的，包括你的颧骨跟鼻骨还是比较配合的。所以我相信你在事业上，包括在感情上，到了三十岁之后都会有成果。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但这个过渡期做好积累、做好积蓄更为重要。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三十岁之后才能够嫁人？对对对。太晚了，其实我觉得太晚了，缘分到了就到了，对吧？其实家里现在
是在催婚，压力蛮大的，压力很大，无论哪方面压力都很大。嗯，但是压力大你也扛啊，等30岁之后吧。如果觉得谁对谁觉得苏珊比较好，有好感，可以借《老一相中》这个节目，我们跟人征婚了吗？对，也可以变成一次相亲节目。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到老一的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号“终于说”来留言，包括对苏月有什么好的建议。其实我觉得喜欢我这一款的人真的很少。对对对，我们可以征婚嘛，可以搞个征婚栏目。